一提撒罗尼迦第四章第一到十八节。兄弟姊妹，爱到就高班也到啥诶？甲就说出半日到啥可呢？爱用变上到后面上帝欢喜诶。各位，你到啥？也就说出来诶，叫爱到啥讲诶？今下用主耶稣的权力，爱到按照求你到啥？甲翻高班也到啥？爱个正经翻做出来后面上帝欢喜诶。你调查都对的，按多嘛爱沟通，爱调查用主耶稣的名讲，本你调查对的。上帝爱的出现了，上帝爱你调查变亲像，你调查各啥各啥，爱装好好，你去改本心，莫做票吹，招惹本心念呢。唱个调，唔相信上帝的人。所以你调查孝亲情甲本人家看日戏，各位讲到了票吹的事情，莫就是责任做唔错诶，也是孝爷穷下心也输的人来做票吹。望拜爱都就按正经讲你调查滴诶，上帝未发做了吹的人。上帝托起家变相信上帝的人，唔咩喊起家做垃圾事情，但系爱喊起家亲像，所以万人反对了事情呢，都唔咩反对多人，但系反对多上帝，就本而调查上帝的心理呢。喺讲到齐家兄弟姊妹爱上丢下的事情。爱都唔是分下半日掉啥滴诶，因为你掉单啥，都就本上帝告白诶，爱用本来上掉下。了事情你掉啥，都就做出来诶，本隆重恭信是咩兄弟姊妹初全马几多年诶地方边诶，但系兄弟姊妹，爱掉啥按要求你掉爱个正经上掉下。你调查爱兵点来，甲唔莫按多大理人的事情。你调查爱勤勤做事，但你去解所非，抢王牌挨到实喊你调查做诶。喺你调查后生多黑娘，个条唔相信上帝人都未敬重你，各位你调查都生多唔会自私骗人。兄弟姊妹。爱调查，也爱你调查，要分明更多个都是黑的人，所以你调查唔会受抢个都冇希望的人。人比黑讲七家，相信也就是黑个翻生起来耶。听错七家也相信，咪只信主也属的人，黑讲是黑诶，未本上帝灭翻生起来，各位未甲上帝穷下。俩出海主家属的教徒，爱调查，爱讲本意调查的耶。喺讲主家属天意百分多进来耶，佮调相信家属的人生是黑暗，未信你多家属，过后让各位七家很伤哎。佮只是上帝的天使阿头，未用暗向的相识。各位，上帝的喇叭未向做记号，主耶稣的七家未打天堂下来，各位，这条信主的人是黑的，都未神翻生起来。过后，七家很生的人坐了铁桥上的，未向下隔二条人顶到上去天堂，各位，坐右转的比未隔主耶稣上呢。出海安阳七家未甲主耶稣穷下多援救，太家兄弟姊妹，出海用两兄弟的话，你调查爱调高巴也穷下的人，所以你调查唔会点受两事情。